是营养师 Ricky， 现在呢应该是迈向10%人生的最后一次影片了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应该是体脂4%左右。昨天晚上8点吃完最后一餐，现在是中午12点42分，目前已经断了16个小时。刚刚呢做了一下有氧运动，第一次去测量体脂也是在中训完毕之后去测，这两个时间点是差不多的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会来去测测看我现在体脂肪是多少。我觉得以目前的状态应该是 OK 的，很期待等一下的结果。我这一阵子呢，其实都在自由重量在训练好几个月，因为它最大的好处就是24小时，时间呢非常的好找。在减脂之前是第四格，合起来会是刚刚好。那现在第四格会松掉。这个腰带最大特色就是，当你没有扣刚刚好之后，它会自己弹飞。所以如果真的不是你的尺寸，你也没办法勉强。现在我都要扣到第5格，那假设像那些肉车需要更紧，我要扣到第6格。扣上一下，它就非常紧密地咬在一起。所以刚刚在肩推的过程中的时候，我一推第一下特别用力。家之后把这个心得拍一下，以及这过程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，我觉得超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。这一个计划呢，是从2019年12月8号，那个时候体重是79.5公斤，然后我的肌肉量是38.3公斤，脂肪重量12.8公斤，体脂率呢16.1%。哇，从2019年12月到现在已经2020年5月16号，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。中间过程当中呢，我有去量了一下数据。原本呢，我以为我会跟一般的健身教练一样，他们去比健体比赛，通常都会给自己2个月的减脂时间，然后达到自己最干最干的一个状态。所以他们饮食呢是比较极端，在训练上呢是比较痛苦的，而且他们比较有方法。而我自己的执行方式呢是比较偏向于一般人的方式，就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，你想要达到这个状态，该怎么去做？我找到一些方法跟技巧提供给各位，或者是想要去比赛的各位朋友们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一切都是在摸索的。不正常的体脂减到正常的体脂，再到极端的体脂，这个过程一般的营养师是很难去做到的，因为我们只能将你不正常的体脂倒成正常的体脂，一定要加入一些健身的一些技巧跟减肥的概念，这样才有办法融入。中间过程当中，我有请教了 Rock 模式，给了我一些建议。我整理了以下7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认为大餐没有关系，偶尔吃一下大餐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是要达到10% 体脂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吃大餐，从20%减到15%，这种是很简单的减脂过程，偶尔吃个大餐都可以到达。但如果你要到达10%的体脂，你想吃就吃，然后用一些饮食去代替，这个是不行的。随便一个大餐，可能让你的规律给打破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你的体脂10%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。Rock 博士给我的意见是说，你想吃大餐呢，你必须是要平常吃对你的一个目标的营养素。之后呢，你可能可以偶尔，比如说一两个礼拜、两三个礼拜破戒一次，而且破戒的那一次
质，必须要把分量给控制好。假设当天你只能吃20份的蛋白质，10份的碳水化合物，当天不小心爆掉吃了40份的碳水化合物，不是就累一个哦，你是要把多出来这30份的碳水化合物分配在下一个礼拜。简单来说，多吃的都要还回去。我自己在做下，真真切切的发现这是真的。一个礼拜这样2-3次，一直有大餐，体脂真的是降。第二个，打破平衡，增加有氧，并且每天走1万步。我其实请教 Rock 才知道的，那时候我体脂大概15-14吧，就一直卡很久。他跟我说我的训练量不够，我说我已经1周5练了，还不够吗？我这每一练都很认真，最少练到60分钟到75分钟。他跟我说想要到体脂10%，甚至要去比赛要到2练，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他说那么你就必须要增加你的有氧。他那时候帮我开出菜单，1周5练以外呢，你每周要来增加200分钟的有氧。所以我在重训1个半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左右。之后我会再加30分钟的有氧，让一个礼拜累积有200分钟的有氧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，我只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有氧，差不多就是我每天的步行步数大概10000多步以上。如果你刚好像我一样有这样的目标，但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余的一个有氧，可以试试看让每天的步行到达10000步。那如果是真的要比赛的朋友，我会建议增加有氧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。第三点，相信体态，不要被体重机给迷惑。我那时候都在看体重机，就会想说，我怎么还这么肥，怎么这么胖？我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做？我有时候都很怀疑自己，看到自己体重上的数字，我觉得我做不到，所以后来渐渐的不看体重机的数字，我看我自己的体态。平常在重训有在用一个 SBD 的快扣腰带，那个腰带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当你用的太松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弹开；你用的太紧的时候，你是扣不下去。所以它的格子数会依照你的腰围去做选择。简单来说，你无法欺骗自己。我那个腰带呢，我从一开始原本要扣4个，现在要变成扣6个才会刚刚好。腰围呢确实有明显的变化，所以呢，不要被体重机给迷惑。每天拍一张照片更实在。第四点，喝水量到达体重的4毫升，喝水是我一直在讲的事情。发现很多人都非常的难做到，尽量在你可以控制的时间点多喝一点水。我自己呢，有时候就是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喝到那么多水，当天就比较容易喝。我有喝水喝到达了，那一几天的精神变得非常的好。皮肤状态也变得非常的漂亮，那时候拍了非常多的平面，很多厂商都说，为什么他的皮肤一直很亮，会反光？我可以帮他补一下。彩妆师来看一下，不能再补了。我其实没有用东西，但是他皮肤太好了，反光造成。那时候我确实是几乎每天都11点多上床睡觉，6点多起床，每天喝水量有到达，饮食呢非常正确，而且喝水呢喝得够，让我不再有这么大的一个食欲想吃些垃圾食物，不会再想喝饮料，真的很有用。第五个，使用碳循环饮食跟低碳饮食。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使用的是碳循环饮食，为了让我的身体能够习惯碳水化合物，让我在训练过程当中可以更有力，做重量也比较重。它有一个好处是，你的肌肉量不容易掉，而确实我的成果显示出来，多了1.1公斤的肌肉量，我少了4.7公斤的脂肪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虽然我减脂时间拉得太长了，反而我的肌肉量是可以提升的，而且减掉大部分都是脂肪，反而是一件好消息。因为当然是最大化的保留肌肉，但有一个缺点，拉得这么长，心力交瘁。我到3月以前都是用碳循环饮食，3月以后这2个月的冲刺期，我用的是低碳饮食。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饮食是有兴趣的，可以在留言告诉我说你想要看哪一种饮食方式。如果对于低碳饮食有兴趣的，可以去看我的新书《减肥堂外食全攻略》，外食组或者是在家组都可以去试用的方法，里面有教很多很好的观念跟技巧。第六点，蛋白质一定要吃得够，最少吃到每公斤体重1.6到2.5克，1.6是最低标准。今天不管你吃的是很多垃圾食物，你也要吃到每公斤体重1.6克，就算你可能发现饮食不能控制，至少先把蛋白质都吃够，最多呢也不要超过2.2克，太多呢也是会有多余的脂肪的压力。为什么在这半年期间我的肌肉量可以维持得这么的好，甚至还有提升1.1公斤？最主要原因也跟我的蛋白质有吃得足够有很大的关系。当然我在训练上呢也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比如说卧推，我原本是卧推35公斤，我不会去降它的重量，因为原本12下，我现在就变成35公斤8到10下，我不会去降我的重量，用更大的重量去刺激我的肌肉，让我的肌肉知道说你还是需要发这么多的力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够萎缩，蛋白质一定要吃得够，它对于你的饱足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你在减脂过程中一定要记得的事情。第7点，就是我想跟各位讲，坚持下去。在过程当中呢，我真的一度想要放弃，然后可能偶尔跟大家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真的做不到，因为太多事情了。那时候白白跟我讨论，我也不想说跟他讲一讲，他说好，看你这么辛苦，那你就放弃吧。也没有人抽骂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白白跟我讲，然后再开始给我鼓励，然后讲，我说好。我甚至要更积极的去做运动，而且中间遇到疫情又不能上健身房，真的让我非常的痛苦，还有一点点焦虑。我一直认为可能自己没有成功，因为没有去测一巴，看自己样子，因为每天都在看，所以你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有没有成功。直到后面一直有网友说，哎 ，Ricky 你是不是变瘦了？我才发现说，哎，好像有一点成功了。不然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一直不断的换饮食方法，我一直很焦虑，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碳循环，我是不是要减糖？不对，我要到更低，我是不是要生酮？我是不是有氧做的不够？我
我是不是重训的方式要改变，我是不是饮食不太对，我要调整一下。但是呢，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之后，不断的 keep 下去就好，吃干净的食物，原型的食物，然后用减糖饮食是最快的方式。当然碳循环也可以，但会比较慢一点。2019年12月的样子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旁边的肉呢还是比较多一点点，还是比较上胸呢也没有这么的饱满扎实，因为都被脂肪给包住了。那大家看一下现在2020年5月的样子，肌肉量是比较饱满的，而且呢脂肪是比较干的。当然了，腰腹肉这个人是比较困难一点点，这是天生的关系，你要降到更低7%、8%，旁边才会整个消掉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胸肌的部分呢也看起来更扎实一点，手臂的线条也更好一点，我的脸的轮廓跟我一开始的样子绝对有很大的改变。我看到自己实拍的样子，我很满意。体脂18的 Ricky 长这个样子，今年呢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一年，也很开心有你们这样子陪伴着我，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小成就，是你们给予我这个机会。之后呢，如果想看一些相关的影片，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做得到，你们也做得到。我是养生 Ricky， 如果喜欢这边健康的资讯，记得，不用再记得，反正就是看影片就对了，拜拜。